你来到重庆坦白，我是我重庆。今天邀请到我们香港最好朋友，他是郭一鸣，郭总编好。你好，教授。是郭总编，我们看到布林肯来了，而且呢从上海进来，并且还去逛大街，给大家好好的端详端详，就瞧瞧了，表示他也是挺亲民的。这个在美国政治排序上排名第四的国务卿呢，他到这儿来，据说是带了7项重要的议题呢，要跟北京那边啊好好的商量商量。不过呢，一般呢其实都对他是不是太看好。这个谈判之后，或者是商讨之后，到底他能够有什么成果？而且据说啊，台海问题仍然是他讨论的7项议题之中的重中之重。您认为他到了北京能够顺利的谈成1到2项吗？还是他有可能会全面的铩羽而归呢？霍总。郭教授，布林肯这次到了上海啊，表演了一个清明 show，因为布林肯恐怕他也知道他个人的形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呢，可能不是太好，所以呢，这次呢，他到上海先来一个清明 show，然后再去北京，这个谈呢，他带了所谓的7点的这个想要的一个清单，或者说7点想要谈的这个内容，而在中方有聚焦5点目标。而第一点呢，在中方的第一点目标里面，最重要的就是双方要有一个关于定位的认知，正确的认知，就是究竟我们两国是什么关系，是敌人还是朋友？你一再的说，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，那中国说我们应该讲合作嘛，合则两利，我们一直想我们把你当做合作的朋友或者合作的伙伴，你说我们把它竞争的对手，对手和伙伴。是有很大的，或者是有一些重大的原则上的不同的。中国人经常讲的，这个朋友来了，会我们要用朋友的这个待遇来招待你。那如果豺狼来了，那我们只能拿起我们的猎枪来对付。所以你需要搞清楚，你到我们这来，你究竟是一个合作的伙伴，还是把他把作为竞争的对手，甚至。把中国妖魔化，那么所以这一点呢，这就决定了他究竟所谓的7点的，想要谈的这个7点内容啊，能不能够推进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呢，就像中国大陆对台湾也是这样的，你各个政党，你什么政党，你什么人啊，你要到中国大陆来交流啊，大家互动啊都没有问题。首先你要承认是两岸是中华民族啊，是不是啊？要九二共识啊。如果是九二共识，是中华民族，是一家亲，那我们什么都好谈，什么都好说。你现在就是美国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所以布林肯这次来呢，首先也要过这一个坎儿。你究竟把我定位摆在哪？中美关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？所以您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，我相信呢，在如果说布林肯这次仍然采取一种顾左右而言他，在中国可能说一些好听的话，然后又回到美国以后又变脸说另外一些话。哪怕这次谈成了，有一些成果，一回去他又变脸的话，那这些成果也是不靠谱的。我再说。是，他们呢，同时也关心呢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，而且还通过法案要援助乌克兰啊611亿的美金。那么呢，他们呢其中的一项法案里面呢是对准了说，中国有部分的企业啊是跟俄罗斯往来的，他认为这个部分企业的资源啊应该要切断。你认为啊这项谈判他会成功吗，郭总？这个呢，完全不可能了，因为，你跟俄罗斯打仗又不是我跟俄罗斯打仗，是吧？那个你制裁俄罗斯，那我没有制裁俄罗斯啊，所以对。我正常的我在俄罗斯和俄罗斯做生意，正常的这个做生意，既不是你的马仔，不是你的盟友，那么你有什么权利要求我说我一定要跟你那样？那当然，你，我们都记得在反恐战争小布什的时候，当时。小布什就提出，不是我的朋友，就是我的敌人，所以当时他就要求全世界都要跟他一起反恐。在恐怖主义对全世界的威胁，那大家都是共同的敌人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在反恐的这个问题上，中国对美国有相当的一个支援和支持，至少在道义上，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支持，因为恐怖主义是全世界的敌人。中国同样面对恐怖主义的这个危害，
那么你现在你跟俄罗斯的打仗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是不是啊？你俄乌战争，你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没有什么关系啊！我们俩很公平的在进行贸易。那你说要我迫使，甚至放出风来说，准备要制裁一些中国的银行企业啊，要跟他脱钩啊等等，这些话对中国，之前的中国的这个高层领导人的一句话，说中国人不吃这一套，我就说。好，他还有一项啊，也是非常合理的，就是呢，他要求啊，中国不要买伊朗的石油。我们知道伊朗现在石油非常便宜啊，对于能源稳定呢，向他买啊，真的是一个很大利多，甚至对很多的台商啊也非常有帮助。那么您认为他会要求说不准跟伊朗买石油，中国会理会他吗？当然也不会理会，因为美国一直都在制裁伊朗，而中国一直在跟伊朗做生意。伊朗是中国的一个朋友，一个贸易伙伴，重要的贸易伙伴，包括在石油能源供应方面，那有什么问题？市场上就是有便宜的，我们又有需要的事情，那我们就买。当然，这里面呢也要看，就是中国和伊朗的这样一个石油的交易，对于不仅仅就是两国是有利的。对于整个的石油供应的市场也是有益的，因为现在石油的价格由于这个中东，由于以色列，这是中东的目前的这个局势已经这个不断的在上涨。那中国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它要向国际市场上买石油，不在伊朗买，它就要在别的地方去买，都要购买石油。那么这样一种供求的关系呢，就会影响整个市场，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客户，是吧？它就会影响整个石油。那按理来说，中国的这样一个和伊朗的这样一个石油贸易的，对于整个石油市场，当然是有利的，而不是有无利的。如果把石油价格都抬得高高的，对于所有的这个石油的这个用价，包括像日本、像韩国、像印度，那都要向进口大量的这个石油，他们当然也受害。为什么中国就不能够向伊朗买石油呢？我认为中国不会答应，我再说。好，看起来布林肯呢这次的七项主题啊，恐怕大部分是要真的铩羽而归了。感谢郭总编精彩点评，谢谢郭总。